不管您是家庭主妇还是单身贵族，在周末呢，有一项必要的家务活您一定要干，就是洗衣服。那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尴尬呢？比如说，哎，把脏衣服已经放到洗衣机里了，启动以后呢，发现有一只袜子忘洗了，或者是自己低头一看，自己的居家服也该洗了，忘记了。可是全自动洗衣机一旦启动以后呢，就没有办法再关掉了。那这可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AirPod Home Appliance 的红木城分店，这里面装修一新，购物环境非常的舒适。前两期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带大家参观了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厨房电器，今天我们将给大家继续介绍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洗衣机。我们来看一看三星最新款的 Super Speed 滚筒洗衣机。这款洗衣机的最大特点呢，就是30分钟深层快洗功能。它有去污水瀑和魔力泡泡两项洗衣新技术，利用广角喷洒强力水流，加速洗衣剂渗透衣物纤维。初次洗涤结束后，再利用强大的水流喷射，快速去除洗涤残留。它能在30分钟之内就洗完8英镑的衣服，这相当于一家三口一周的换洗衣服的数量了，既可以节省您的宝贵时间，又可以省水省电，真棒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它还有蒸汽除菌功能，利用滚筒底部释放的高温蒸汽，彻底渗透衣物的纤维层，能消除99.9%的细菌以及过敏源，让您更加安心。另外，这一款三星 AdWash 滚筒洗衣机门中门的设计非常巧妙，洗衣全程都可以随时添加衣物，如果觉得洗衣剂不够也可以轻松添加。如果您觉得这款洗衣机是一款老款式过时了，那您就错了。这可是这一季今年新推出的一种高效能顶开式的洗衣机。这款洗衣机的性价比非常的高，它首先它的容量非常大，是4.5立方英尺的大容量，而且它比传统的洗衣机呢更加省水省电。你看它这些操作的按钮，有调整水的高低呀、水的多少，还有呢温度的高低，还有各种衣服面料的洗涤的一些选项，还有这个呢就是额外的一个甩干的过程，还有呢这个是浸泡的过程。所以你看一共有5个按钮，但是分得非常详细，让人一目了然，非常容易操作。拥有一台理想的电冰箱是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梦想，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款 LG 的电冰箱。你看这款冰箱的外形非常的美观，非常的上档次，它的名字很好玩，叫悄悄看门中门。那到底是怎么样悄悄看呢？我们来试验一下。哎，一敲它就亮了。那为什么叫门中门呢？它这有个按钮，轻轻一按这按钮呢，就有一个小门打开，里边你可以放经常用的一些饮料啊，一些辣酱啊，还有一些果汁什么的。这个小小的不同能够减少41%的冷气流失，既省电又能增强保鲜效果，是不是很实用呢？那为什么叫门中门呢？把它关上以后呢，再一开就是里面的深度空间。打开以后呢，会看到这款冰箱呢是深度很深的啊，而且它这个架子啊都是可以调节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整口的锅放在里面去储存。而且呢，这款冰箱还有个最大的好玩的地方，也是我今天想要着重给大家介绍的，就是它的冷冻空间。打开这个门以后，哇，里面的储存空间是非常的大的，最底下那两层有两个隔断啊，然后中间呢还有一层，哎，最最有特色的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，就是它的冰球球，这是这款冰箱特有的，它做出来冰块是个圆球，它的融化的时间非常的久，所以特别适合喜欢喝酒的朋友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 AirPod Home Appliance 的劳动节促销就要开始了，是从8月26号到9月15号，它的折扣高达70%，具体详情可以咨询它在湾区的各家分店或者是上网查询。AirPod Home Appliance 是1981年成立的家族经营的企业，它在湾区呢有6家分店，卖给您最适合的产品，发挥家电最大的价值是他们的目标。他们的员工大多数呢都是工作5年以上了，有非常专业的行业知识，能帮您更好的介绍产品。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